看第五题，抛成第四题啊，零呢到三秒内的平均速度呢？那零到三秒内的平均速度，因为它是等加速运动，所以它的平均速度哈，就等了二分之初速加末速，十加一啊，所以二分之十一，所以是 5.5 啊，公尺每秒，所以平均速度是 5.5， 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选 C。